代性感女神李丽珍情感之路可谓曲折又离奇，未婚怀孕、离婚后跟已婚发型师发生不伦恋，每次恋爱都能轰动全城，情路抖抖转转。07年又和旧情人潘月良复合，阿潘从此一日三餐包娶了两母女。经过6年相处，16岁的女儿也接受了这位后父。47岁的李丽珍终于决定年底再嫁。据悉，85年李丽珍因拍戏和导演潘月良相识，不过当潘月良离婚单身后，李丽珍却转头投向他人的怀抱。整整20年之后，两人再续前缘。而47岁的李丽珍为了婚礼，近来频打回春针，无论说话还是咧嘴大笑，脸上依然无文无表情，硬过林志玲啊。对此小编只能说，兜兜转转还是两个人在一起，这不是瞎折腾吗？优酷娱乐播报，听你报道。